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次东南亚服和国际服迎来的技改。就首先第一个就是视死如归，视死如归就是新增了按下方键搭配用这个技能，它可以直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二就是新增了这个指令，自定义指令，右键就可以直接进入第二阶段。原本就是，然后要用两次进入第二阶段。然后现在我搭配下方向键使用它，它就直接进入第二阶段。再然后就是我使用右键。然后它有个自定义的指令，现在它激活之后，我现在不需要使用下方向键，就可以激活第二阶段。